走你那边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半仙儿。刚刚的两个师傅呢是修空调的师傅。我家里面呢这一台空调呢是长虹的这个牌子啊。当时的时候呢是我跟我媳妇儿谈恋爱的时候买的了，17年的时候买的。当时买来的时候呢，用了不到1个月，也就20天左右就不制冷了。然后叫了他们的维修师傅过来看，说要加氟了，说漏氟。当时我心情非常的不愉快，我找到我们卖空调的那个地方，我就说让他给我换一台。 他不同意，他就说是漏氟的原因啊，直接加氟，找到哪里漏，然后给你查出来，再加氟进去就可以了。我就信了他的，知道吗？我当时是我们家买的第1台空调啊，也是我们村第一个装空调的人。我当时觉得买了这个空调啊，特别爽，是吧？因为当时刚开始跟媳妇谈恋爱，家里面装了一台空调，是吧？感觉特牛逼的样子，长虹的。那时候感觉长虹这个牌子还是特别硬的，虽然没有那个格力、海尔那么硬啊，但还是很多的人千家万户在用这个长虹这个品牌，还是比较相信它的啊。是在我们本地啊市里面的一个苏宁易购实体店购买的啊。就自从那次维修之后就没完没了了，到后面的18年、19年、20年、21年，现在22年，这已经是我们第6次还是第7次维修空调了。 因为平常的时候咱们都是不用空调的，知道吧？就是只到夏天的时候才用空调。每回到了夏天正要用空调的时候呢，它就不制冷了。然后我就打售后维修的那个电话让他们过来。啊，之前的那些次数呢，就是一打电话，第2天就过来维修了。今年我足足等了差不多半个月，15号打的电话，现在27号了才过来弄。 中途我催过很多次啊，我到我卖空调的那个地方去找过他们，也到售后的那个实体店里面去问过，都是给我推，说明天过来，后天过来，以至于到现在已经半个月了啊，接近半个月的时间了，他们师傅才过来给我维修。当然呢，能过来维修呢，自然是好的。如果不过来维修，我都打算打他们那个长虹空调总部的投诉电话了。主要是特别的烦，你知道吧？买一个空调。 我老表他们那个空调买来10年8年都不用加氟的，我这个买来第1年就加氟，到后来每年都要加氟，有时候1年加2次氟。你们能想象买一个空调，结果是这种情况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吗？所以说我建议啊，还是长虹他们这个售后一定要做好。这个机器呢，我一个外行人我都知道啊，它跟它的机器没有什么关系啊，内机外机都是能正常工作的，它是没有坏，压缩机也没有坏，它就是漏氟。 你过来维修的工作人员是不是？你细心一点，是不是？你不要就马马虎虎的就把氟加了就忽悠过去、糊弄过去，是不是？这样不行啊！6年保修，现在已经5年了，明年就过保修了。现在的机器正在试啊，有了明显的改善啊，正在试这个空调制不制冷。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是一点都不制冷的，然后空调的那个外机它都不出水的。 现在外面已经在出水了，而且整个房间呢有明显的变化，现在已经温度降低了，现在到26.4度了啊，降了几度了。其实呢，我也并不是就是说长虹的它的这个质量不行啊，主要就是你的安装人员，我估计就是我买空调第1次来安装的那个师傅，他的技术不行，导致接头啊或者是哪里没有接好，导致漏氟。 后续来给我维修的那个维修人员呢，维修的师傅呢也没有仔细，他都没有拆开检查，是吧？他也没给我查漏，每次过来呢就是给我加点氟就完事儿了。今天过来的师傅呢，我就一直守在这里，他们维修的，我就说师傅你一定要帮我弄好，因为现在已经5年了，明年过了保修期了，再去找你们维修可能就是要收费的了，是不是？不能这样搪塞过去啊，是不是？2000多块钱买的空调，当时2000多我也能买 格力和海尔的了，但是我信任长虹这个牌子。但是从买了这一个空调之后，我不再信任长虹的牌子了。我们买的那个新房子那边3个空调，外加一个那个中央空调啊，都是用的格力的了。